在个贸易局就来判地方的旧合约限期的，限期中系为有现存的东西，将系某位上户企业压掉，其中也某位因为今年后生人的资金，佮当年参加的措施就无某个为在个用户，苗栗县神山合作社负责职业训练中心就受到劳动部的委托来开办，再教学员用来来做某位，还用客家发布屯县企业某位改革，安尼就用来下个渠道。同客家发布的睇法图案用剪刀剪下来，再利用熟悉度的后生人的措施也求摸连上客家发布的，按样做做的当地后生人的号码名诶，口号也得自信。一旦全新的客家发布也求摸做做好咧，罗通铺的开盘客家服饰百搭模拟制作版，做起一本退休无做闲气无头路的民众都开向技术。结合客家的文化来做这个帽子的研究哈，那在这个帽子很多都是用一次性就不再用了，就很可惜，所以我们把环保议题也加进来，我们把它再生。开盘一只课程的苗栗县神山合作社表示，一只课程有两层页，除了教人用板做帽的，还有教民众利用 Q 神父设计设计创意的客家帽，利用发布一条当好拿到的材料来加工，当到本地买的帽的变成的，目前当中每本前条路的人还有退休的人增加工作机会。是能把老师的那个这种记忆这样子做一些更多的学习，更多的那个精进这样子。苗栗神山合作社表示，一项课程总共有240点钟，学员除了做得学到制作帽的技术，学员还讲有克服职业训练的规定同资格，特长也还做得来两劳动部补助的职业训练的惩罚津贴，而本也参加训练的学员不是受惩罚，专心来训练专业技术。客家新闻总资讯苗栗报道。